你还是那么厉害，嘿嘿。嘉欣哥哥，你累不累啊？要么我帮你去拿瓶水吧。好。嘉欣哥哥呢？走了。嘉欣哥哥，你在哪儿啊？我不在家。你骗我，你家灯都是亮的。不是你到底在哪？你家那窗户口，然后我们在望，可以看到我了。 你干嘛呀？闭个呢，闭个呢。哎，金哥哥，最近工作累不累？哎，罢了。啊，那刚好我们去做个吃的，放松一下。回去，给你找点东西。嗯，陪我吃晚饭。全是工作晚上。嘉欣哥哥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不行，没了工作。你怎么又有工作要做了？全世界都走了，就你一个人在加班。发电。 今天决定不要送我花呀，那么提前预定，走走走走走。嘉欣哥哥，你猜我喜欢什么花？给我一把花。够。走了，你上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下次再来。嘉欣哥哥。 姐姐，姐姐，姐，哎，生日快乐！哟，高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请问我可以带这位女嘉宾回家吗？算了吧。咋？这么巧？你今天怎么这么早？我是你助理，梁，美食不加班，咋回事？小梁。 周总好，没事，请您吃饭。吃饭？送给你的。送我这干嘛呀？这不马上情人节了吗？情人节快乐！新电影上映了，有我安排没？ 快，都是我不对。林小姐，别拍桌子，别伤了手。你看你的手，这段时间我照顾你，我这人聪明又善良，照顾人的时候非常温暖。我说了不用。岳岳，岳岳，不听话了。